是新生代人气偶像，出道短短两年间已涉足音乐、表演、主持等多个领域。曾自组乐队的他始终坚持着音乐的梦想，他就是 Kimi 乔任梁。2007年底推出首张 EP 今天开始，随后乘胜追击推出全新专辑可爱的你，获得业界一致好评。他是演唱会上的新星，颁奖礼上的宠儿，更是热爱音乐的精明。我相信这样的呼喊声应该会持续蛮久的时间。是的，你有